传统啊，就得是结婚了，这是从小就从小听了，从小就家里这次都不会当成真有结婚了。我今年当了市长，我肩负了这么大的责任，我不下地谁下地呢？我该担负的责任，我接起我自己的责任，我始终在大众知道我是两袖清风的，我一定是为人民的利益来做事。这大众的红，他这个有将来他的文化产业要站起来，将来他肯定是文化方面要做的。